假如你的校长是零零后，拖堂篇。今天就讲到这，下课。今天终于是按时下课了，打篮球去。那还等啥呢？走啊！先别下课，老师，这题我还是不太懂，你再讲一遍吧。那就占用大家几分钟时间，咱再讲一遍。这都下课了，还讲啥呀？我着急上厕所呢。有些人真是懒驴上磨，屎尿多，跟你有关系啊？着急啊？这题你会了吗？不会。不会，你上什么厕所？毕业了，讲完你再去。老师我懂了。行，那下课吧。还有五分钟，三八还来得及。老师今天作业还没布置呢。咋没布置啊？这不是课堂作业吗？就这记性还当课代表呢。课堂作业那是课堂上写的，我已经写完了。家庭作业还没布置呢。对，那今天再写两张卷子吧。这也太多了吧。就是，这哪写得完啊？你俩是不是对我布置的作业有意见？下午把家长叫来，我好好跟他们聊一聊。叫什么家长啊？谁让你布置这么多作业的？是我呀，课堂作业太少了，我几分钟就写完了。你那是抄答案抄完了吧？好啊，喜欢抄是吧？那你把答案抄100遍，明天叫我办公室去。今天终于没我事儿了。